2024年6月30日，大角星人理事会帮助你们的球体。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译者扬声传导。大家好，我们是大角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你们联系。我们再次对人类感到敬畏，因为你们刚刚跨越了集体意识的另一个门键，而你们透过敞开自己，接受来自上层的帮助来做到这一点。你们所得到的并不是透过努力工作，你们并不是透过背诵正确的祈祷文或咒语才能得到你们所要求的。透过承认帮助的存在，然后屈服于它。当你们承认你们在任何时候都有多少帮助在你们周围时，你们就成为了高频能量的开放管道，而你们在这一生中一直注定是这样的。现在你们愿意向能量开放的方法之一，就是创造生活中似乎无法克服的挑战。很多时候你们这样做是为了寻求帮助，然后在寻求帮助之后，你们内心有足够的希望你们会得到帮助，以便接受它。但这是一条艰难的路，接收从上面降临到你们身上的东西的更简单的方法是对众生感到好奇，寻求与你们的指导灵、你们的银河团队、扬声大师、大天使、仙灵以及你们周围所有其他帮助者建立关系。人们经常在拍摄的照片和制作的影片中瞥见球体，这太棒了，因为透过你们的技术，你们能够感知到通常只有千里眼才能感知到的东西。再次将这些球体视为你们的帮助者，因为他们确实是，他们是更高频率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不能一直用肉眼看到他们。当你们处于对其状态，处于更高振动状态时，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从一只眼角看到他们。球体将前来观察并提供帮助，因为他们也认识到你们在地球上正在做出多么美丽的转变，并且他们也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他们希望在不干涉的情况下提供帮助，并且他们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尤其是透过出现在你们的照片和影片中，他们让你们知道他们在那里，他们以这些美丽的存在的形式出现，他们就是这样。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实际上一直被更高频率、更高维度的存在所包围。因此我们建议你们卸下肩上世界的重担，敞开心扉，接受来自上方的帮助，因为它总是在那里，你们值得接受它。如果你们能知道这一点，而不仅仅是希望它，这将使你们的生活发生巨大的变化。当我们说你们完全值得接受来自我们这个美丽宇宙的所有帮助者的所有帮助时，请相信我们，我们是大角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大家沟通。2024年6月30日，光之理事会，伟大的交响曲，传导 Rebecca Koch， 译者扬声传导。你们比你们知道的多得多，你们很容易察觉并感觉到事小、弱、微不足道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当你们意识到你们的皮肤不是你们的外部限制，而只是你们容器的外壳时，你们可以想象你们实际上没有限制。你们既是接收者又是发送者，你们对这个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你们所有的才能的结合在一起，产生共鸣，接收然后传播，创造出一种有助于创造的音调频率。你们要么跟着音乐静静地敲击，要么敲打大鼓，要么敲响剧中会选时吗？你们对自己贡献的意识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那时你们同时成为作曲家、音乐家和指挥家。你们是否看到你们是按照神圣的形象被创造的？你们可以听到并为伟大的交响曲做出贡献。因此请考虑所有这些角色必须做什么，并保持协调在你们自己的身体中，保持一个有反应的频率。
清晰的钟声听起来清脆，破损或受阻的钟声听起来很沉闷。与神圣之源保持联系以获得灵感，并相信它永远在你们身边。保持中立并开放接受，发挥你们的才华来转录和表演音乐，经常练习和玩耍，让自己保持最佳状态，保持对音乐的热爱和了解更多的好奇心，避免纠缠于理论和不完美之处，为了爱继续做下去，尽可能保持快乐和积极。同时了解自己的复杂情绪也可以帮助你们了解这些重要基调的深度，受到启发自然会成为领导者。如果你们能听到音乐的所有不同音调和复杂性，以及每个演奏者在其中的角色，那么你们就完全准备好担任指挥角色，同时保持谦虚。你们孩子般的游戏意识、对自己和他人的深爱以及明智的视角将是领导团队的好兆头。控制你们的自我，让你们的真实灵魂来引导。永远记住，以坚定不移的自觉奉献、接收和传播球体音乐的最初目的，继续出现。你们的参与和贡献会带来改变。你们心中的歌很重要，你们是乐团中有价值的成员。有很多干扰噪音试图分散你们对这一切的注意力。第一步是确保你们的门铃能清脆地响，这是你们最大的责任。确保你们的思想不会随你们而走，让你们因恐惧而疯狂。你们负责停止沉思，将他们引导到为你们工作并创造你们想要的东西。如果你们是思想胡言乱语的受害者，那么改变这种困境对你们来说至关重要。外在世界会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尽力影响你们的思想，所以不要让任何人或任何事控制你们宝贵的思想。一旦你们的灵性主权得到保障，你们就安全地受到你们的更高心灵的影响，并与你们的神圣之心的方向保持一致，不会让你们误入歧途。遵循你们的内在生活，并期望你们的思想遵循你们在那里既定的意图，与爱同行，与和平并列，与你们对自己和世界的一切渴望保持一致。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保持对外部噪音的主权意味着它无法对你们施加影响。你们不再是你们的主要影响力，你们是自由的。现在你们可以听到自己灵魂的提示。现在当你们拿起乐器时，你们正在与真正的音乐、宇宙中真正疗愈和振奋人心的音调一起演奏。因此请排除噪音并聆听，大自然已经调好了，所以任何花时间聆听那首悠扬的交响乐都会让你们重新调整。选择真实的声音，而不是那些旨在压制你们真实自我的虚假声音。当你们处于你们的真实力量中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对你们产生力量，然后你们就会谦卑地与神圣力量连接而不受干扰。所以从此刻开始，选择只聆听你们神圣自我的纯净真实的音调，意图所有错误的声音停止，你们与伟大神圣音调的真正和谐继续。从你们身上回响的创造奇迹将是无限的。让交响乐开始吧。我们在与你们的一切的爱的共鸣中，内在光之理事会。